伊要出电话，迄落迄落大魔头要出来啊！我第一摆来遮录音啊，足紧张的啊！你会紧张，看袂出来呢？紧张，按甲我讲吼，制作人是副歌，啊，主持人是沈哥甲新梅姐。啊，迄、那个乐队是孔锵老师。哎、嗯、呀，对呀，对对对。啊，我就讲安尼，我非来不可。谢谢，啊、我就逐工拢甲伊啊敲电话，讲是当时要拜我，当时要拜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性急的人。你是一个性急的人。我们都是性急的人啊，不是吗？对，我们是啊。哎呀，性急啊。哎呀，性急。你讲个性较急无？那那那是。哦哦，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全部都是。哎哦，你那也叫，哎，你真的很棒。你在卖冰的出来出这尔多？什么？新梅姐，今天在卖冰？走，我们去台北。那我要那个芋圆豆花，好不好？麻烦您了。Yes， 就是这里，所以让我们赶快去品尝吧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我想要啊，烧仙草好了。三种料，先生不好意思哦，嘿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。三种料，我每一样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我要芋头，跟那个红豆，这是杏仁吗？啊，哦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厉害！那我要杏仁豆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啊好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个我好像是沈哥哎，沈哥。像我们的巨星哎！哎呀，当着外景主持人，你怎么会在这边？你怎么会在这边？哎，开玩笑，这刚刚问刀嘞，今天吗？刀来照咖。哎呦，好羡慕哦！你可以来照咖每天吃。来滴啊！哎呦，新美的店呢？啊，我这做大哥的吼，伊那三不五时都爱那闲，都爱来甲捧场。啊，这个我已经食到调调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讲食到拢会认冰啊呢？你拢无从我来。白冰哦，我拢哦，我拢无介意啊，即嘛食食一条啊吼。真的呢。那无啦，安尼人要见面，人无来哦，就会。感忧感忧呢，好像一天没刷牙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沈哥，不要这种表情看我啦，我只是打个比喻嘛。这里我一定要来呀、啊！我刚刚讲说这是网络热搜名店前三名，所以我没有来吃，我真的觉得很难过。啊，你点什么？我点修仙草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凉凉的。修仙草，对。哎，你那么年轻，你对仙草还是情有独钟，不会忘记这种古早味吗？当然喽。不会排斥吗？不会不会，我们是念旧的人。啊，是。对，念旧。啊，挂起哦，挂起来这样哦，就是周游列国。哦，什么都寻花问柳。嗯。但是我也有我自己喜欢吃的，情有独钟的其中一道。他新美知道我新的产品哦，我就是 test 哦，测试手，真的。所以说我我这个借由我们以前那个煮出来的经验，然后吃到什么什么什么吃到什么冰什么，哎，有什么 idea 啊，然后就就会告诉我，像我上次去韩国出外景是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哎。什么冰啊？是什么、啊？我去新加坡、南洋，哎，我吃的是什么冰、啊？各国的这个冰品、甜品的料理，就是包装脑袋里面装的一些 message， 回来分享。对，我就告诉他给 gam。你看看我们哈来的这个观众朋友们，你看真幸运，我们今天的国际巨星在这边来个啊，那沈哥，我今天跟我一起呢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冰品。啊，当然，对，好多了。那这是何等何等，我这是我的荣幸。那我们竭尽所能，我们的料理来了，超期待的，真的真的。要先拿。你领啊！这边的中华真的很棒啊！谢谢你。哦，这是我的啊！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哦，不管不。哎，看起来很好吃耶。
对，我是这意思，这么炸耶。不好意思。哎，弟弟啊，兄弟，翻翻了。哎，我吓一跳啊！啊，董天老师，你怎么会来？对啊，哎，香婷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场，啊，台湾短发先生，就我你听。哦，那么多台啊？对啊。那我每天都在那里吃冰啦。哎，果然真的是人气冰店哎。我看到眼里。背然后我在那看起来，好帅哦！对，好幸福。虽然你是，我刚还想去留个那个有没有电话，是留个 line 之类的。真的要超帅，很时髦。今天这样，对，16岁，哎，翻过来60岁。哎，这个哈，来的好不如来的巧，不然我们并桌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哇，好不好？哦，安奈好，并桌。安奈，那天气变那么多，来退休。对啊，退休，给。好来来来，阿爸那边位置比较大，来。哦，看起来好丰盛呢！孔天老师，你吃的是什么？这叫花生雪花冰。花生雪花冰。很热。很热。哇，你听起来你是必点的最爱。真的哦。第一道必点。吃起来怎么样啊？口感？它满满的花生。对啊。除了花生是我最爱的，大红豆也是我最爱。而且，最重要的。butter。哦，没盖丁。哎呦！为什么每个丁朋友年轻人就是爱甜呢？年轻人对，而且我看到上面有连那个花生酱，对啊，非常适合我们。好棒哦！雪花绵密一个哦，这是雪花的绵密呢，啊，好羡慕。吃一口看看那个感觉，雪花冰就是要吃这种绵密感，而且淋上花生酱的，真的外面这种做法是不是很少的？他的表情，已经来到了这个天堂，有感觉。幸福，幸福的味道。我觉得你吃东西的那个样子哦，研究那样子很迷人，真的。对，男人都会爱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沈哥，我刚刚也一直在看你这一碗。你这个是什么独特的这个甜品？这个是你知道，小混阿妈。阿妈藕姨。藕姨哦，所以是藕姨加豆花哦。对啊。哦，宜家豆花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招牌，这你现在的是地瓜，哎，我知道，我是老饕。你要是买了，我就喂你了。你可以喂啊，没有关系。你知道你介意吗？你单身，香婷耶，没有关系。他也是那个最夯的那个外景节目主持人，我都知道。要把我们。把他电视干掉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们一起把别家的电视台干掉。所以我们要跟巴结他喽。OK。你们要看看我的也很厉害。哇，我是吃烧仙草。哎，谁说吃冰？冰不只能吃冰，这边它还也可以吃到那个这种热热的。而且啊，我里面有这个藕啊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招牌。啊，这个就是杏仁，对，杏仁，这就是它的招牌。吃看，哎呀，还有芝士啊，哎，要很迷人，它是迷倒众生哦。这个会跟杏仁酒一样漂亮。没有。快点，你们两个都有在那边，我以为你要喂我吃，你也要弄一下，我也烧手弄吃一下。啊，你要叫小妞妞。好。我叫小妞妞，小妞妞啊，要叫小妞妞，你会吗？教我一下啊！就讲我最，我会。所以呢，这两位男士都翘得起来哦，来一起翘来，真的不会很甜。哎，等 ，Oh my God！要死我好假！哎，真正我讲这，你讲这个实在的，真正。我这个加的杏仁就是这样，这个绝配，有三种颜色，有没有？还有我们芋头的颜色，芋头就是香。我好喜欢吃这个，超 Q 的。对，你讲到 Q， 对，这个就是 Q， 我咱这个我这很罕见。而且哦，它的东西是这样，每个东西它有它的特色点，但是互不抢戏，哎呦，融入那个口感，互不抢，吃出层次感。喂，节目了。开玩笑，他看来不是作假的，两三年的时间了，好不好？但是重点是，我要看仙女啦。仙女在哪里？这边还有仙女。今天来的主角在哪里？我们是配角，因为主角他要采访啊。好容易，好期待哦。对，我的新梅姐在哪里呢？
青梅从小参加歌唱比赛，并且都拥有多数好成绩。1994年推出《就是舞伴，你是性命》专辑，一举成名。于1996年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，更在2010年再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。仙女的手，金曲手，今天是来品尝金曲的那个好吃的甜品。对，其实新梅姐刚才没到，我们三个已经在那边叽叽嘟嘟。哎，这欧肉刚才大鸡呢？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是，我刚看到孔锵老师坐上那一碗，让我超羡慕的。看，我超好奇的，因为他是因为网络上他也是很推，对，花生雪花冰，花生雪花冰是我们的招牌。它是雪花最大的特色是，我就要吃这个豆花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变花，对，一路发都是要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要翘为止哦？对，开始吃了开心啊，就会吃了有花的都没有，因为他们都在吃花系列的产品，花系列对不对？所以都要翘为止，就会心花。刚刚你看他用那个冰砖，对不对？开始上课了，也是用花生嘛。应该是说我们家的雪花冰哦，全省有很多的雪花冰，每一家店都其实基本上都会有雪花冰。它所谓的雪花冰，它就是每一种冰砖它都有不同的口味。像比较常常会听到就是牛奶雪花冰，对啊，花生雪花冰也很多人在卖。但是我为什么要推崇我们家花生雪花冰？你说那个冰砖，对，那个冰砖哈，冰夹，冰夹本身就是冰夹，就是不是用像咱的前边一种冰夹，不是，它本身就是花生的那个口味。所以讲头拄啊，孔锵老师在吃的是一个一只那个。冰，那个串冰就是新的，是有花生的口味。哦，一定要情有独钟，而且甜而不腻，有没有？对，而且我知道了，让你一开始就好吃花生。好吃会花生，这一道真的是非常好。像我这个怕吃甜的，是都可以入口。对啊，刚刚孔锵老师有讲说不甜。哦，这个我还要再另外讲一个花生酱，花生酱，对，报告沈哥，报告孔锵老师香婷，那个花生酱哈是你台湾吃不到的，我说全台，我不要讲台湾，全台北你觉得吃不到的花生酱，你不是说去买那个花生酱，不是，那个花生酱是我家己调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这个不是，嘿，我家己加哈，啊家己调的，哦，嘿，我这不是去搞好过，所以这个是你的商业机密，不能。哦，对，可以叫做秘密武器。所以你那边假记者哦，孔锵老师这么讲，就要来这里，一定都爱来咱的来新闻啊，对啊，真心来冰铺哈，再讲讲这乌来的，对啊，这个真的很棒，真的。啊，底下我们三种料可以当好你拣，但是吼建议大家花生酱一定要加。花生酱，花生酱真的是你全台北绝对没不会没有办法吃得到的那種，那是一家别无分号。花生的产品妈妈西之所以可以做到如此与众不同，新梅姐说靠的就是独家的秘密武器，特调的花生酱。但我想新梅姐成功的最大武器就是用心，别的地方吃不到的花生酱，一定要找时间亲自来吃吃看哦。哎，我感觉我全世界惊到头，上气质那个冰店的老板娘，就在这里，钱不嫌多，谢，我都名牌，谢，够美，你平时，你拄只惊起来时阵，仙气飘飘，谢，不怪做一边哦，足有气质，我甲你讲，今日有三个有气质的人来，我奈说无气质的。平常时我来这咧串冰的时吼，是无咧穿安尼。我刚刚我穿安尼的，今天就为了当哎，今天是为了要接受采访，因为若无平常时我来咧做冰，我爱戴口罩。对啦，这是一定要戴帽子，然后会穿的卫生的一个模范都要啦。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沈哥嘴巴这么甜？因为他吃了这么好的这个豆花跟藕泥。我感觉够了，这个真口甜。哎，当然了，欲罢不能。你这个小甜心，欲罢不能，小甜。阿姨，这个，哦，这叫做烧仙草。其实这两行应该是讲，我这两行拢是家己做的。像阮家这个豆花嘛，我家己去磨。哦。磨磨了，家己做豆花。自己冲豆花。哎，我唔是经常挂咧。我自己来咧。啊，好厉害啊！对啊。哎，你爱喝。因为来讲吼，我真心梅的东西都是要经过心梅，就是经过我
严格把关。啊，你家己拢该爱食。爱爱吃，因为我今麦吼拢已经学会了啊，交代吼其他的人会做。啊，做做了我拢爱去试食，无问题才会当出来。哦，不简单的身材都保持嘛吼。对啊。你自己食这拢有够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藕姨哦。其实我们的做法有一点点跟阿甘米有点不太一样。阿甘米它一定是修诶，但是温哥有经过冰镇，哎，经过冰镇之后它会更 Q， 锁住它的 Q 度。吃了有没有吃到那个 Q 度？有哦，弹牙的，弹牙跟弹牙，对，像弹簧在嘴巴里面弹跳。对，那因为现在又是时光当 TV 来啊嘛，所以我们的导会毛做修诶，啊，你也加可以加一点点姜汁。哦，姜汁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御寒。所以来那个瓜，那春夏秋冬都能吃到，对不对？对的，真的是春夏秋冬都可以吃的甜品。如果想吃热的，除了豆花跟藕饮以外呢，还有一样超级推荐，而且是冬天限定版的哦。啊，这熊仙草，只有冬天才有，因为夏天是做仙草冻，然后冬天是做熊仙草。哦，哎，啊，这熊仙草哈，熊起码相比你贴起来，这个叫做杏仁豆腐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说真的，我拍过很多美食的这个介绍，杏仁也吃了不少。你为什么吃起来像那个春桂？嗯，春桂的口感，更 Q。对，因为哈，一般外面的豆腐都是属于比较滑。感觉有点像那个布丁豆花那种感觉，纯天然的杏仁豆花，美味しい呢。那个兄妹，我最近连那个网红的存在那个歌，我该如何存在？啊，人家吼气伤悬啊，拢甚至元气，坚持不降气，嘿，元气哦，这就是神歌的风。我该如何存在？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结果海姐吼，那我再破声。哇！我有秘密武器。哦。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嘞？敬请期待。